你说我冷得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在夏天，别忘了我就是水仙，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唱首舞翩翩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刻在你的窗前。写韩书的心动火箭，你说我冷得像水仙，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。你说我在等一个语言，却永远不能够实现。要为你改变，盛开在夏天，别忘了我就是水仙，白雪映出了我的春天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唱首舞翩翩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。盛开在冬天的水仙，你是否闻得到我的娇艳？如果你给我一双舞鞋，我就会为你唱首舞翩翩。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，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。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，就不会刻在你的窗前，就不会刻在你的窗前。谢谢憨叔小号的心动火箭，恭喜粉丝牌升到18级，恭喜像风儿一样粉丝牌升到17级，恭喜这个名字怎么念，横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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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竖竖，粉丝牌升到15级。有人说这不是串狗的歌吗？对啊，最早以前憨叔就是看他的，事实证明你看的第一个主播对你还是影响很深。